今天请大好捧场，祝您游园愉快。各位游客您好，欢迎来到云南野生动物园观光游览。您所在的位置是官方车级顶站，从这里开始，您的游程还有16公里，步行需要我们的6小时才能游完。建议您选择乘车的方式参观游览。疫情期间请大好捧场，祝您游园愉快。各位游客您好，欢迎来到。